都应该管我叫师叔，在台下没有一个人叫他也算上，他更不可能叫我，大连我都没叫过，只有大连。大一辈叫这个，没有大连。张潘刘全场刚来的时候，我师傅说：“哎，过来过来，认识一下，这是谢金。”然后张潘子跟我师傅说：“这个以后我怎么我称呼谢金呢？”然后师傅说：“小栾怎么叫？你又怎么叫？”问我你怎么叫我？单个子，单个子。他应该叫我爷爷，还是爷爷跟孙子那么爷爷，咱就师兄弟儿。我主要怕没。